世界一切胜负，四位能力者的极致对决，领导能力妥中康，机智判断欧汉生，魅惑美貌张景兰，绝强体能接二纪言凯，四强之战究竟谁是赢家？哎呦，一开始就拍了。来，康哥，今天知道我们今天是来拍宣传照的吗？对啊，那不是宣传照吗？在拍宣传之前，有个小小的任务，来，你先看一下。有没有这么严格的节目啊？好 ，OK， 机智对决，谁是老大？前哨战，在拍摄宣传过程，用场内任何物品写下除了自己以外成员的名字，投进指定投票箱中。最终票数最多成员将受到惩罚，所以我想要谁被惩罚就是他。票数最少的成员可以获得老大组队特权。除此之外，场内藏有多张简易卡，可在最后开票时减少票数。你这个基本上就是弄我的啊。他们不可能去丢女同女生嘛，对不对？大哥这样去同女生，好像显得不够大气。然后欧弟哥跟那个康哥两个又有点就是你知道，都是长辈了，对不对？他们两个互弄对方也不对，所以大家的矛头就是我啊。不是，我可能会写凯凯，没办法啦，因为他太帅又年轻，肌肉又比我多，对我嫉妒，所以我应该会写他。我觉得票数最多的应该是。或是 JR， 嗯 ，JR 好，因为他英文比较好写。我跟你讲，一定很多人会投 JR， 对不对？告诉你，因为飞人不投，我不会投 JR。那个心中弄熟，弄熟。跟你商量一下，怎么样？等一下不要，我想站在这。你有没有想好要写谁？我有。有。谁？你只专攻一个吗？没有吧，你只专攻一个。这样子票数才不会分散。我要写这样。好，那我写比较不会得罪人。好不好？感谢你。对啊，而且我舍不得写你，我心疼。你们要是写我的话，你们就是。男生欺负女生，对，所以就不要这样。那我们一起，全部都我们一起写这样。好，我们一起写这样。因为他的也最好写。对，结盟成功。加。用眼睛找。我眼睛张很开了，好吧。那我现在可以开始写了吗？可以。笔给我啊，那给我支笔。先投一张，先投一张。投票箱在哪？外面。哎，走，康哥，康哥，哎，康哥，哥，大家走，大家走，哥，有没有精神？有吗？很好，很好，很好。需要这样子，你找到两张了？没有啊。有啊，你找到两张，没有？我还正在找，干嘛？你找到两张？没有，我现在问你，你怎么找到？我找超久，一张都找不到。这就是缘分，跟谈恋爱一样。没有关系，我看，其实我们可以一夜结盟。怎么样？我们一起写他们，或怎么样的？所以你可以告诉我你有几张简历，我也大概算一下有几张简历，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我们有几张简历，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到时候可以用几张。大家都想跟我结盟啊，因为你是唯一的女性。但你刚才不是说你没有找到吗？我找到了一点点。啊，一点点。心里蛮好桃花的。还好。怎么？怎样？怎样？没事啊，没事，很好。这就是私人物品，绝对不会在这边。你的反应怎么那么大？难道带小孩带久了，观察力真的会变弱吗？为什么没有看到任何有关的蛛丝马迹？
张景兰找到两张，张景兰找到两张，哎。那个是哦，哇哇！不要这样好不好？这样我都没有那个。好，我们要那个尊敬前辈，我下一张找到就是。哎呦，要不要？一句话，以后你一句话，录影你的事就我的事。好，一句话。我来看看大家投票情形怎么样？还好吧，还好，还好，还好。对，你觉得大概是写简单的英文吗？还是有复杂的中文吗？哦，简体字，简体。好来，走。啊，走，不要紧，你们要看着我。很诚恳的告诉你，有一点点隐瞒，因为一点一点写诗，没有没有，因为累。张景兰找到很多。对啊，为什么我找不到？所以我们要拼命写他的名字。你觉得？你本来想写谁？我也没有想谁。我觉得这个局就是设给我，因为你们都，你不会去写女生嘛，没错。你也不会写你长辈，没错。你一定会写我。那你没错，你怎么没错？你跟没错差距，没错。你不如跟我一起集中在写谁是不是？我要怎么相信你哥？我们这么久没见面，然后我们也没合作过。因为你以前认识我的时候，你就不相信我，所以也没差。你懂意思吗？就重相信你一次，就从此刻开始相信，我们就会成为给彼此一个机会。没错，不怕你，不怕你，感受现在的体温。这个力道，我感觉到。所以你不会写我，我不会写你的。你发誓你不会写我，发誓我会写。这样这样，嘿嘿哥，对，你是很找你。这样找我，这样找你。哎，听见哎，听见找我啊？康哥，制作人没有找我。康哥，你这样我怎么相信你啊？康哥，虽然没找你，没有，他没有找我啊。他找欧弟了，我讲错。哦，哎，那个制作人找你。
你好。有找到，可是没有很多。真的、啊？那你有去写吗？有我写，就跟我们说好的那样。你确定哈？哥什么时候骗过你？既然现在他在装吧，我们三个要不要讨论一下？两位哥就是，我们三个就对，这样还是怎么样？好，那我们再弄半天，这样没有结果。因为你知道，其实你们还没来的时候，他就先早一点。啊？为什么？他今天早上四点就起床。我还是拍完戏先来，他拍完戏就不来了。哇，他现在女人都不能相信。我跟你讲，我现在那我们三个就很好。可以，谢谢。哎呀，紧张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彼此互斗心机的结果，到底谁能获得老大的资格呢？前哨战时间结束，我们现在准备开票喽。那我再跟大家说明一下，怎么样？这次的谁是老大前哨战，票数最少的就可以获得老大的组队特权，帮第一局的所有人分队。但是刚刚说过，票数最多的就要受惩罚。那惩罚是什么呢？就是要百人大刺客。哇，对对对，没有，这是改是无人岛吗？对啊，怎么会有？我们对不对？百位哦，来开票。好，来，请我们看票帮第一的开票，还有唱票一下。第一票。这有饮料。好。写我。掌声。第二个。你们可以吃完。张。第三张，我这什么？这怎么那么混啊 ？O O 是什么 ？O O O， 哎，是谁啊？不会写妥对不对？因为妥真的比较难写吗？很难哎。他写景景景张景，哦景，这谁的字那么漂亮？好，大家欺负女生啊！没有人知道谁字什么样子啊？就是你，我字会漂亮。你刚刚还跟我联盟？你是不知道字如其人吗？你刚刚还跟我联盟说要讨论谁啊？不是怎么样？这什么鬼？为什么都是一些死？什么这样？什么东西？你不是跟我联结盟吗？怎么可能？我为人最清白的，好不好？你不是跟他跟你结盟，对不对？他也跟我结盟。啊！你们都结盟了。你没有啊？啊！你怎么那么呆？我操！现在人好恶劣哦。这样，张欧，这样这样，锦锦，这样，欧欧欧，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哟，我还比济南多。哎，对，你比我多耶。我算计成这样了，我还比济南多。耶！而且我跟你讲，这两个还跟我相约说一起投你，你才六票，可见这两个多贱。没有啊。接下来，我请各位公布一下自己的建议卡的票数。哎呦，来，这样开始啦。最多啊。为什么说我开始？你票最多。没有用，我现在生气没有用，是不是啊？没有用。好了，一张了。一张。你找那么久，你爬山下水的，我有点贼。我有看到那边大概十五六张。贼归贼，贼是为了生存，但你说运气不好就真的没办法。我只有两张，也很多啊。两张，找死了！我跟你讲，两张你在那边爽成那样。哎，我能找到一张我就爽了，好不好？还用两张？好，请来。他很多，他很多，他超多，好不好？掉下来了，六张。刚好零，刚好零，耶！你没康哥需要吗？我还洗牌哦。我怎么那么多啦？你们两个怎么那么厉害啊？一二三四张，四张。而且你要这个干嘛啦？对啊，你要我怎么知道我零票啊？简易卡可以用在自己的票数上，也可以用在其他人的票数上。还有。我要把检疫卡用在我自己身上。哦，现在的检疫卡是九票。九票，那你要我吗？两张的，好，用在他身上了。哦，这么好，我用在我身上。哎呦，全部，一张都不给，一张都不给人家。没有，我想要零啊，我想要那个。你连套一套交情都不愿意。好，那给你一张。不对啊，叫我一耶。
那给我一张嘛。等一下，我数学很烂。给我一张啦。给你一张。可以啊，给我一张，我没抄过。给我当中间就好。既然这是个位数，你还说你数学很烂？欸，康哥，麻烦你到时候挑人的时候，我不要他当我对手。好了，最后五秒。五、四、三。我就你了，一张。哎呦。你最可怜。是哦。对。我先给欧弟一张。哎呦，谢。我要让你们俩平手。然后我剩三张，然后我一人再给一张，哎呦，再度平手，对不对？对，来剪刀石头布，没错没错，一听就知道是老姜，厉害厉害，剪刀石头布，布。今天小事伸手，就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好不好？了解一下彼此的个性。是是是，我跟你讲，说真的，以后真的再开始，我就不会让你们什么剪刀石头布。我觉得大家真的没有印起来就对了。确定要把剪刀石头布封印起来，因为这个真的蛮好用的。对，因为我接下来就是用买的。谁说了算？耶！哇哇哇哇！开心啊！听节目啊，第一次合作，哎呀，请多指教，有第一次的，第一次合作，请多指教。听说，哎呀，这位大姐啊，大姐好，大姐。张大哥，请多指教，张大哥，大姐很瘦啊。嘘寒问暖够了又干嘛呢？请我们的来宾，哎，欢迎特别来宾，让我们欢迎温胜豪。很贵，收视率很高，收视率很高，很帅，超贵。好，再来陈宇强，耶，哦，很正，很糟糕。凯莉，耶，很娇小，拼命哦。威廉，耶，可以，很壮，很壮，很壮。谢大姐，耶，很帅，来蔡威，耶，胡子很多。想见你。哎，我们在哪里？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不得了哦，今年五月才开幕哦，哇，好一个金针花园，而且这边金针花一旦很奇怪，五月怎么会有金针花？对呀。不好意思哦，我们这是新品种，新品种，台东七号，哦，台东七号特别强，而且这个地方处女地，没有节目来这边拍过，哎呦，我们是第一个节目，所以是处女秀，哎，刚刚我们拍照的时候，对，对不对？选出了谁是老大？对，就是你啊，谢谢，就是。叶怎么叶？有什么好选的？你本来是老大，对，好好笑。其实我不想当，因为当得很烦。对啊，因为当了现在要分队，我先选你嘛。好，是 OK。然后你忘记了对不对？威廉呢？哦，哎呦，哇，太好的。先把壮的选一下。威廉跟我两个一起，那基本上这个基本上体能就赢定啦，双壮，好不好 ？OK OK。再还有谁？我看看。我我如果把你再留在我这边，他们还要玩吗？对，韩义很强。没有，我跟你讲，他只是裤子拉很高而已。他玩了游戏的时候，他是不要命的。我知道，你去帮助他们，好，不然我们这样赢的，我们赢的真的太简单了，对不对？我们搞不好还没开始就赢了，直接颁发奖金，好不好？我跟你讲啦，我猜我是肉咖。我觉得哈，你们哈有可能会正正得负。为什么呢？好不好？你们这边呢？
都是看起来好看、啊，好不好？外强中干，我们这边呢至少好看嘛，对不对？对不对？而且刚哥，刚哥，他那边除了欧弟哥之外，其他都很没活力。现在，其他一在讲话，大家都大家都好像睡着了。我们这个节目是斗智的，好。那你们可以信心喊话一下。可是你们那队有两，你请问一下，你们是路人人，到现在来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不然让我们信心喊话，介绍信心喊话一下吧。一定要我发狠吗？哎，对啊，来，随便一个出来，对，知名度都比你们高，好强，好强，好强哇，好强，这个好强好强，行走的流量。先告诉大家，因为观众也不知道我们要干嘛。对，到底要干嘛？我们这个节目很厉害，怎么样？我们看看那边，先饿肚子，对不对？不是，两边各有10万的积分，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分7次下注，好，下注到最后我们剩多少钱呢？就是看我们的积分剩下多少。哎呦，是。当我们积分剩下以后，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新台币。哎呦，哦，所以积分可以变奖金。这个节目是来宾自己捡钱走的节目，是真的可以带走。对啊，连主持人都分得到。哦，真的，那蛮认真的了。我们这一队要是赢的话，请所有工作人员吃饭。哎呦，没问题。哎哎，不要，我们也大气点。我们这一队如果赢的话呢，台东人吃饭，我们全部拿回家。好，气鬼，不是，因为他已经，你忘记他，我输啦，我还没有完比赛之前，我就要请大家吃东西，所以我们这队才真正的大气。各位，我们今天在天山农场会进行一个竞赛，怎么了？哦，这个竞赛呢可以压两注，刚刚有讲说7注嘛，所以这里可以压两注，然后这个总压注的积分是2万分，两注，举个例子，你可以压5000、15000，或者是1000、19000，随便你们玩，也可以18000了这样。每一次游戏派一位队员参加。哎哎哎！哦，然后这个游戏有个特色，哈，怎么了？跟资源回收有关系啊？哦，跟资源回收，这是线索就对了。对，线索，对，资源回收。然后呢，这一场竞赛除了积分之外，还会有一个特别的奖励，之后等你们分出胜负后才会告诉你们。啊有，那其实 Source 就只有资源回收这四个字嘛。资源回收，哎，我们要改名字叫你一切都是谜啊。3分钟换衣服，穿上你们各队的衣服，好，讨论一下。没有，我猜，因为刚刚一路走上了很多金针花掉地上，会不会是要去，比如最快时间采集到多少那个掉地上的捡回来去回收可以干嘛之类的？哎呦，那就是体力，一定就是要男生体力，对啊，而且要把你带到山上，体力好不好？体力活，体力活，体力活，你先，一定是你啊！你们刚才跟我一起比这个壮的姿势，你总要贡献点什么。好了，刚才呢，我们要讲这个资源回收，对不对？嗯，有一个人很厉害，谁？我、啊、为什么？我平常就有在做资源回收。所以你很知道保特瓶啊，每个人应该都有哈。他没有，他特别认真，特别他是那种厨余会倒干净，然后厨余里面有就算有一张标签纸，他都会撕下来到纸类那边，所以这个是很厉害。分类分类，所以第一棒先放你，好好好不好？其实我现在已经有鼠疫的目标，其实就是他们两个。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凯莉动作很快，所以呢这种东西一定是跟那种什么资源填线那种有点像，就是跟要爬来爬去的那种，他的速度很快。我觉得他不是真的我们想的资源回收，我在想会有点炸，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框框可能会要靠蛮力的。12000，然后8000，这个数字你不觉得很顺利吗？你看12000是6666大顺，对，然后后面一个8000发，可以，对不对？66大顺之后发，你如果看大顺之后发，老不老就会开始迷信，对，原来对数字有迷信，这是一个老化的现象。那个，我你很害怕，好不好？第一次，哎，等一下，有人靠近，有人靠近，哎，什么事吗？不好意思，什么事吗？我跟你讲，现在我们台湾那个台湾环保做得很好，你看我们露营到一半会有台湾猕猴接近，哎，好像，香蕉，我要吃香蕉，猕猴要吃香蕉，赢得那一注你才能把钱留下来，输的你要还给我们制作单位，你怎么样？多少钱？我先，好，你们决定，财务大臣，我们不决定，拿钱，快点，快，这么多。1万，真的假的？哇！我也觉得，总共加起来要2万，对，他一定要。OK， 好，就这么决定，够好。我们要在季这边进行的游戏叫做《罗马竞技生死斗》。这个游戏现在，等一下，你这个骗子在关。那跟那个回收，对啊，这是2020大学生最热门的竞技游戏，他们是用保特瓶来当作武器。
对，每一回合我们都是一对一的 PK。啊，游戏开始之后，我们在这个正方形规定的范围之内进行对战，打到手臂得一分，打到身体正面得两分，打到身体背面得三分，先得到十分的一方获胜。第一场比赛的请出列。哇，可以用回收美观啊。男子汉的对决哦，哎，方哥，哎，有一个不行之请，怎么样？可以让我吹吗？哎呦，对，因为我奋斗很多年，我好不容易哨子在我身上，吹吧，第一吹让我吹，吹吹吹，加油！好，我们现在看到两个人在拼对手，拼对手，好，首先发出了攻击。没错，竹界了，蓝队两分，可以的，可以的，蓝队两分，哦，三先蓝队两分，没有两分，没有，这里区区两分而已，蓝队得两分，冷静，要 compress， 预备，裁判，我在看，加油，哎，你看后面，再度开始，讲话，暂停，好不好？预备，我告诉你，好中国武术，我真的相信武术。不是，重心放了低啊！哎呀，被打背，被打背，输这两分。好，不要大意哦，不要大意哦。开张了，还有几回合了？八秒。来，徐若武是。揍他！沈毅林，要干什么？沈毅林，要干什么？大意。杀手风出场啊！你们那选人选太强了，谁知道我们怎么判断？我可以玩弄他，谢谢。不是搞了半天是他、啊，对，是啊。开始了，开始，不要轻敌，乖，不要轻敌。大欺小没什么，大欺小没什么，没有中，没有中，挡得好。
才两分而已，就有需要这样排山倒海的攻击吗？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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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心，不走心。家暴，家暴男渣，开始了。冷静。家暴男，男生欺负女生了。没有，威廉。欧洲女生，威廉。欧洲女生。太夸张！我前面辛苦打下了辉煌战绩，你这还欧洲，还好你有打下什么欧洲？不是，威廉，你要你要打快一点嘛！不好意思啊，好认真，好，怎么样？威廉哥不要轻敌，我要直接敲背好不好？装可怜，预备，肌骨肉肌。你也是有妈妈的人，母亲节刚过，不能相信，不能轻易相信女人。来啊，你这样子捅她，这样对吗？预备。你刚刚捅到哪里呀？他们用心理战，你们这群人好。不要乱捅手，手握。打手而已啦。有妈妈好，有妈的好。你们背，你们背。威廉，这场戏演完了，下一场了哈。好好好，同情戏演完了。凯莉，凯莉，我要跟你精神喊话一下。好，想想你的前男友。哦，哎呦，我那很久以前。他怎么离开你？杀！妹妹，你要怎么软掉？哦，前男友很厉害。逼他出去，逼他，逼他，让他让他踩线，让他踩线，踩线。对，踩线。好，对，踩线而已嘛。好，越你鞋带掉了，妹妹，开始。凯莉，凯莉，你大腿肉在抖，凯莉，出！好，有吗？有没有？没事，继续，继续，继续。打他头，打他头，打他头，打他头。蓝队三分。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哎，其实凯莉很强，她用滑行的过去。对呀，对呀，对呀。不比我平手而已。哎，平手而已啊。对，平手，平手。好好好好。哎，不要夜长梦多啊，赶快解决。啊，出战出局啊，预备开始。刮肚子。抓肚子，两枪，两枪，哦，凯莉，凯莉，你攻了下半身，哎，凯莉攻了下半身，哎，敌对，敌对干扰我们，停下，蓝队打到背后，蓝队三分，啊，来，现在比数8-5哦，蓝队领先，哎呦，还没赢哦，我只能取笑你们的男生没有勇敢的站出来，真的，美丽已经败了，站出来，继续，先继续，我帮你调好。威廉，你是冷血，你没有血意的，好不好？哎，威廉，我跟你讲，哎，我们套子不要再给他吹了。好，贝，蓝队获胜。可以，获胜啦！辛苦。好了，第一关之一。但是我跟你讲，我们哎为凯莉掌声鼓励。对。好感人哦！好，辛苦喽！辛苦，好不好？我们赢啦！耶！跟人家击掌一下，击掌一下，击掌一下。那我们今天有个特殊的奖励，大概会有三张卡，有一张叫做换人卡，万一觉得游戏不适合，可以拿着换人卡换。哦，一张叫换人卡，一张叫做指定卡。听到规则完了之后，说我要指定谁出来跟我玩。哦，我不动，我指定换人，换对方的人。啊，还有一张好人卡，就是没有意思。哦，就是梦一场的意思啦。抽到好人卡就是没有用。好，抽一张。派一个手不会错的人来跟你玩。好，然后待会不要让对方知道你抽到什么卡。要说好，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不要看，不要看。你们输的这一队，麻烦交钱。好，小姐拿到前面来。要派来，花钱真的很容易。好，我们农家也准备了，这里我们放炸金针花，各位尝一下。好，可以炸。流浪汉说吃油炸最舒服了。而且现在几月？现在5月能够吃到金针花，这是很难得的事情。真的很难得。都不吃啊。人家一般要到7月才吃得到。好像地瓜哦，那好吃啊！这个金针花炸起来怎么那么好吃？它应该要裹一层那个是它是地瓜粉吧？咬完之后有一点散淡那种金针花香在嘴巴，而且甜甜的，对，真的蛮好吃的，蛮好吃的，好吃，爽脆的，嗯。
品尝结束，我们就往下一个挑战地点移动啦。好，失败的是成功，我们来决定。第一关先让他们。那对方那个对付女生也那么认真，实在是很怪，完全没有手下留情。臭男生哎，真的是臭男生。没有，威廉哥，我 OK 了。威廉也不过来安慰一下，实在是。我就叫你手下留情吧。输赢不重要嘛，有玩游戏而已。是怎样？怎样？刚刚就是说，你是一个冷血的人，你没有情绪。你这个机器，大家可以看回放。这样，游戏是一时的，朋友是一世的。对，这么认真，才两万而已。我跟你讲，我刚刚认真，可以讲，两万输了，完了，对不起，大家可以拿十万，因为我错了，没关系啦，没关系，大家就会赢回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谨慎，因为很多人看起来像谢家健，到至今还没有讲什么话。搞不好他其实很可怕，不，哎，对，可怕就是他从头到尾都不讲。感觉起来我跟温正豪好像没有做什么事，对啊。没有，刚刚还叫我开心一点，我是很开心，但是实在开心不起来，怕我太开心对别人不尊重。没有，我们要开心是内敛，内敛的，可以开心。不要怕，他们会习惯。因为我们刚两棒，有一棒人赢，那棒的钱。8000就可以拿回来。啊，我知道了。那我们待会下注都是下那种落差大一点的。对，对不对？就是刚刚我们12000-8000了。对。所以刚才那个应该18000。18000-2000。18000-2000。18000要下在凯莉身上。大家你看，我得分比较多，我得分比较多。因为你一开始太客气了。你怎么那么客气啊？他其实很有信心哎。对呀，使劲要玩的一关。对。你是被那个 JR 的气势吓到的。不要客气，玩游戏没有客气。为什么？嗨嗨 ，Hello， 请问两位来台湾多久？差不多5年吧。五年，哇，你中文比他还好哎！真的，你们我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学中文都很快。对啊，这里是你们开的，嗯，这里叫什么？海角咖啡。海角咖啡，为什么选台？漂亮的地方，就你看啊，就有海有山，就真的很漂亮，是不是？台湾就是这样，海那么近，山那么近，对不对？嗯，所以他们就喜欢这里，又有山又有海，而且一片绿油油的。你们这个开多久？也是差不多5年了。5年，你一来就开了。所以我们这边是吃的料理是西班牙料理。嗯哼，对，那很特别呢。是你们煮吗？你们两个煮是大煮的。哦，你煮的。不是你荷兰人，你煮西班牙料理。要煮荷兰菜啊。你有没有台湾男女朋友？有戴戴。戴戴。结婚了。那边。哦，你好。好，那个谢谢你们来台湾。因为有你们来，我们会更开心，可以有那种异国风情。对呀，西班牙料理真的很好吃哎。嗯，比如说啊，炖饭，海鲜炖饭。嗯，没有，但我觉得关键在这里吃饭，依山傍水，这感觉很特别。所以待会你们会让我们在这边吃饭吗？好，待会只有一个。那太棒了，好不好？那我们期待待会我们吃你们的大餐。那我们还是要。那为什么是你们？啊，应该是我们吃啊。不是，他们做的大餐。做他吃他，你们现在不要那么敏感，听着吃嘛，不要敏感，太敏感，不要讲，不要太敏感了。那我们好好期待，好不好？好，谢谢。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游戏就是哦，这边会进行两个游戏的比赛。嗯。两个游戏呢，可以各压一注。总压注积分为30000分，你们由你们今天是30000，整张30000，好，由各队自由来分配。第一个竞赛跟颜面神经有关系，需要2位队员来出赛。颜面神经。第二个竞赛跟呼啦圈有关系，啊有，需要全部的人一起参加。一样计时3分钟，各自讨论一下。哦，要讨论。颜面神经。以脸部的变化来讲，您的变化度比较大。哎，对，像飞哥的。哎呦，他不活了，他不活了。好吧，那颜面神经你讲。那当你没有参赛，你会想吗？对啊，你觉得颜面你是颜值的啊，你颜值担当啊，你应该来的。可是我觉得我的那个表情很少哎。
谁叫你打那么多东西？我哪有打？他没有打，他醒来好快。我们对钢影不要内讧，不要内讧，不要内讧，不要内讧。没有，我们第一关啊输很惨。对啊，这次要用力的扳回来。所以我们落差大一点。三万对不对？对，三万。总共分两局。那个人不重要，我觉得钱先写好。对，钱先写好。第一注多少钱？第一注是表情的，我觉得表情我们这边有比较强。我们下大一点，两万八。我觉得我们这么大，两万八。那另外一边2000。因为全员啊。那两万八，那就只好我队长下来了。对，好吧，你表情交给我。哎呦，表情很 OK 哎。对你表情也好，接受第一个。第二个，请来吧。好，好不好？没问题。You know me 嘛，我知道 ，OK 的，我很懂。好，我们把冲了啦，我们把冲 all in 的。我们的那个 all in 的啦，一个 all in 的啦。第一个颜面，嗯，有他这么会演，对啊，下多一点，好不好？你想冲就冲，我们追随你。要下多少？三万，三万的话，没有，我说总共才会冷静。下18万，18万，1万，好不好？可是有我哎。欸、有你有什么关系？但我好怕输。但我是真的觉得你应该会输，我有一种预感。怎么这样子？我也没有，这叫做哀兵政策，你就不会有心中不会有压力。哎、欸，等一下，刚第二处是所有人要玩。对啊，对，那一定的、啊，那是一定的啦。没有啦，反正不管陈宇桥能力怎么样，嗯，因为毕竟每个人都还是要轮到，嗯，所以还是没办法可以派他出去。所以而且我们前面已经赢了，也是逼不得已赢了。不得已上，没意义啊！三，跳跳跳！他们好有气势哦，没有气势，没有，他们好介绍哦。跟刚刚第一关比起来，有气势多了。对啊，我们喊一声就好，喊一声，喊一二三，跳！各位，坐下你们。第一个游戏的人，请出列，两位。哎呦，敢问哦，势均力敌的感觉哦。好，刚刚有卡片，有人有用卡片，有要使用吗？你们要对自己有信心嘛？对对，哎，总队长都出来了，居然不使用，太瞧不起了。这种 easy 的，让他们玩玩就好了。待会有更难的。都没有交换的话，我就公布这一关的游戏规则喽。这个游戏叫做表情动之动。好，由一位队员用表情出题，另外一位队员来猜题。完了。分钟答对最多题。这个死定了。好，石头布。筛选都输了，还有不要被影响，不要被影响。你们先，来，这是题目本的本，这是哪一本？这一本有难度有差吗？这一本来看，题目是跟情绪有关系，所有的题型都跟情绪有关。我跟你讲，文生豪什么都没有，情绪最厉害。你希望你不要被影响哦，不要想太多。好，来，2分钟计时开始。一个字。两个字，哭泣。不要被影响。情绪。懊恼。苦恼。生气。失望。我看不出来他在比较。他现在是对你失望。你们不要讲话，不要讲话。情绪。情绪。心中微凉高不可提。难过。哽咽。哽咽。惨了吧？再猜。懊恼。可以 pass 哦。可以 pass 哦，这个很简单，可以 pass 哦。他问说要不要 pass， 三宝哥可以 pass 哦。好 pass 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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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只有天生长相的人才有办法。对，真的是。有一种天生长得这样的人。宅男。情绪。完了。尴尬。哎。哦，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蔡队？来，继续。两个字。心痛。情绪。懊悔。单腿应该就是中英文，对不对？哈哈哈哈哈！冷静，快，时间要到了。对，再多点。现在又怕死。哇，这个厉害，这个不用演，这不用演，现在就可以有了。神奇。
多才不要笑。失望。哈斯巴里。生气啊，懊恼啊。怕死了，哇！他这辈子没有遇过这样的，有有，这这，他这辈子没有遇过人家对他了。哎呦哎呦，好险好险！最后30秒，紧张紧张！哎呦哎呦哎呦！他要这一种，他要小朋友小朋友。生气生气，暴怒，生气暴怒，快接近！多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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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多。便便，90秒，便便干嘛？有。你刚刚是什么？完了，他被牵出去，他的思绪被牵出去。4、3、28年了，时间到，时间到。他坐下来要比分了，不错了，不错了，哎，不错了，不错了。行了，4题啊，有了，有趁胜追击。从 all in 的，我们的那个 all in 的啦。我们第二个题型，没事，跟动物有关系。完蛋了，这他的，这他擅长，哎，自己选的，但没有关系。我个人觉得张锦兰是个未爆弹。什么？对啊，这不会猜啊？你怎么知道？对，两分钟计时开始。鸭、鹅、这是什么？这个是超像，张锦兰好可爱，好像，好像，好像，我在后面看，听到声音就丽霞，你好棒哦！哎，前面有谁？老残，老人有残，残球青蛙。往上一点，可以有声音哦。怎么啦？可以有声音哦。好立马，可以有声音吧？绵羊，不是有声音吗？马，有。啄木鸟，这个是蛇，九孔，孔哥，超级鸭，九孔，哎对，孔哥，九孔演鸭，鸡鸭，孔哥演鹅，蚊子，这个厉害，只能用脸哦，脸，这什么？小朋友，什么？你可以多一点表情吗？什么？仔细看，已经很多了。这是什么？骆驼。好像。厉害。尼玛。好像。尼玛。怕死你呢？这个太 easy 了。鸭。不是，你是多喜欢鸭？你都先猜一下。这是什么？蜥蜴。骆驼、绵羊、山羊、欧弟演骆驼，鸭不能逃避吗？你开手了。枕头投影出来的什么？这个是主播组不是已经比过了？鸭子、兔子、蛇，真的吗？兔子、蛇，三个字啊。长颈鹿。这是什么？张学友，谁呀？东成西就，这是鸭子，鸭子，60秒，有主播组可以，猜错了，是老鼠，中风，老鼠，兔子，哎，强，耳朵早点评，9-4，张锦兰，你只有鸭是不是？长颈鹿，每一题都有鸭，鸭，鸡，鸡，鸭。我们绿队欧弟跟好，这样就完了。呼啦圈还没完啊，第一段游戏结束也到中午的时间了，那我们就请我们老板来给大家吃一下所有的我们的西班牙料。耶！好期待哦！哎，在这边吃西班牙料理太酷了。今天我们准备什么样菜色？
好，我帮你介绍。是是是，这个是我们的招牌。招牌。对，西班牙炖饭，来先炖饭。一定要，应该你们都知道吧 ？OK， 那这个是，然后这个是羊肉串，哦，用西班牙的香料烤的，是哦。那然后那个是生菜的沙拉，南瓜生菜沙拉。太好了，那我们这个，因为我们今天饿了很久了，对，我们可以开始吃了吗？给你们吃，谢谢谢谢。来，请坐。哦，我终于可以吃了。哦，好饿，好饿，好饿。嗯，我自己拍照，我不管了，不管大家了。去过餐厅也不少，但没有吃过真的西班牙人做的。真的。嗯，可以。啊，形象蛮色。好吃，好吃。嗯，它的海鲜鲜味。很清爽，真的。嗯，我觉得海鲜很新鲜。然后饭炖出来的真的是超鲜的，有那种海洋的味道。这个游戏呢叫做《攻占你的心》。还真不好意思，哎呦。我们的心已经不能被攻占了。待会呢，各队各派一人以跳跃的方式向前移动。如果遇到敌对的话，就必须猜拳决定胜负。赢家继续前进，输家可以马上从起点派出第二位跳往，从原点向前阻止敌对进攻。以这样子规则进行。你待会猜拳赢的时候，我们手上会让你们拿一根小小的短棒。输了之后就赢的人就是猫一下，那个人才能往后退。最先达到敌阵的队伍就过关。懂了，懂懂。气跟体力都很重要。哇！我反正我不管输赢，我就一直扁你。好，红点啦。我先。那我后面随便排了。剪刀石头布。布。我们两个赢。先锋二棒。好。那我排后面吧。速度要快哦。对，那我最后一个，我压队，我压队。打完一棒都差。跟他换，跟他换。可以，谢谢。加油！剪刀石头布。你要打我啊！快上！剪刀石头布。快点！他的头。对，一输就跑。对啊，剪刀石头，剪刀石头，我打，这样，我们应该一稳当然。剪刀石头，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布，剪刀布。差一点，完了。打好用力啊！耶！撞到撞到，哎，撞到，哎！哇塞！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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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嘞去嘞去嘞！你为什么每次要踩我？我从中会捡啊！不，不要说话，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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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的错，为什么呢？而且我们错在不应该压那么多，我们怎么只压2000而已？啊，没关系，不管压什么，至少我们胜利，没关系，好不好？好了 ，OK 了。来，一二一二，好输的，刚刚有输一轮的就把钱找出来。绿岛，我们来了，来了，冲啦！飞影大哥，我们来了！哎！哇！哇！嘴巴都还没吃完，这么贪心。我放上新的给你吃。还没吃到。还没吃到。会吃啊，有，我刚有喂它。哦。力气好大你。还有初乳牧场。初乳牧场非常有名，你看我们现在去各大卖场都会看到初乳牧场牛奶。对不对？我儿子很爱喝，而且而且而且乖乖乖，对乖乖对。因为我们要在这个要这个停我们在地的那个农场，这边多久了？我在这边25年了。25年，对。那牧场多久？
后仓，我们六十一年就已经开始。哦，民国。对，民国61年。因为我30年前有来过。哦。哇，那时候我才6岁。我那时候我在当兵啊。没出生。30年前，天啊！把刚那段剪掉。那我们就要开始是吧？对，好，那我们谢谢我们的经理，谢谢，谢谢，谢谢经理，谢谢哥。我不是要呛你的虾，我们刚才车上聊天，我们没有睡觉，我们聊到各自的童年，我才知道一个惊人的事实，你们又要输了。哎，怎么了呢？谢家健以前小时候敢领养啊！所以我们现在是要修他的，我没有。所以你在牧场做过事哦？我是家里有牧场，家里有牧场，家里就敢领养了，有弹性的吧？那怎么去你家赶羚羊呢？你们这样做就钱了，再分点钱来嘛，甚至快一点嘛。OK， 他是在牧场，但哎，我们在牧场，我们不一定是要赶羊、赶牛啊，对不对？不赶羚羊吗？那里我们一样要进行3场的比赛，3场比赛各压一注，总压注积分是50000分。啊，50000，吹了呀！于是第一场竞赛跟脑容量有关系。脑容量，所以休息一下。他刚才没有功劳有苦劳啊。第一注呢，只需要派出五位各种五位，要记最多事情。第二场的竞赛跟活跳跳，活跳跳，滑跳跳，跳跳，活跳墙。然后一样需要一位队员出赛。哎呦！第三个竞赛跟软 QQ 有关系，软 QQ 有关系。你都没有。需要2位队员，因为我们四个人针对我的缺点在弄哦。活跳跳，软 QQ。好，计时3分钟，来开始。是我，这么紧张。第一关是谁？50000，怎么了？那就1、2、3吧。我第一个1、2、3、4、6，1、2、3、4、6是吧？对对对，可能是1、2、2。1、2、3什么时候改成6？不是5吧？1、2、3，1、2。被发现，对不起。当老板的不需要会管账，我觉得 OK 了。好吧，1万、2万、2万。如果我们这边可以赢对面，就可以加。1.5，1.5，好啊。分散过去一点。1.5，1.5不是6了吗？对，6。然后数学也不烂，我们有50000的。对，这个能不能翻盘就靠这个。这个50000嘛，那我这个第一个挂掉。他们一定会第一把压很多，我们第一把压2000。我觉得我跳跳可以高一点，你要高一点，要高。是吗？这样高一点，压越多压力有点大。你要高一点。对，有写错吗？没有，没有，这么少，这么那现在还剩多少？我剩15000，15000，哥你5000，我们两个15000，对，好，你不要偷偷去跟他讲，他没有时间了。哎，笔盖，我帮你拿吧。我想说，我的脑力已经好烂到这样了，连笔盖都拿去都忘。不行，哎，等一下。不要碰！我没有这张哦。对对，哎，你没有。等一下你们看状况嘛，看对方如果那个很强，就指定找他们。比如脑容量很弱，我就可能张。没有，我觉得你呀，你那一关。好自然的。如果我觉得他们看到强的话，就是那个烂，那他们体力最烂的。但是张姐。你们好了没？好，对对对，看5小，看6小，双方都已经下注下完了。Yes。交到我手上就没有后悔的空间了。好，不后悔。好，请加上。不后悔，上来。哎呀，不要抽，不要抽，人家看到了啦。哦，你面对这么邪恶的人，你还这么大意？他没有那么。在心里面这么邪恶吗？对，但至少她很漂亮啊。来吧。要进行在这边的第一个游戏喽，极致猜题王。然后这个游戏呢是1对1 PK， 哦，很明显，先猜出自己头上的人名的人获胜。这同一个人，这个给你，然
你贴他，你贴他，我贴他。好，那他这样说，为什么他比较漂亮的，你比较漂亮的？还跟你同队一整天呢，还跟你同队一整天呢。不说话，他刚刚不说话。有比他的，来。这种 OK， 这种叫 OK 啊。哦，可以，可以，来，剪刀石头布 ，Go！ 剪刀石头布，可以。我先问，你先问。他是台湾人吗？问得好。他是台湾人吗？问得好。I'm not sure。哎，可以这样吗？是不是而已啊。真的不问得好 ，I'm not sure。最近 I'm not sure。看你啊，看看。啊，破案了！兄弟兄啊！关键。哎，演艺圈的 ，I'm not sure。你好 ，I'm not sure。哎呦，可以写同一个人的吗？不行吧？不行吧？好 ，OK， 好，换你。他是歌手吗 ？I'm not sure。这样啊？对。我刚刚有说 No, I'm not sure。他是歌手吗？严格来说不是。严格来说不是，主业不是。对。欢迎问。主业不是。有出过专辑吗？专辑哦。曾经。那就是有。好。或者被人家遗忘。对。之类的。我在讲我自己。他是一个台湾演员，对不对？不是。非常的邪恶哦。对，天蝎对巨蟹，前辈还晚辈，这样就好了。以我为基准点，前辈还晚辈。以你为基准点，对，你这个问的很好，是不是？切一半。以你来讲，对，算是前辈。他好会问哦。木木警官，毛利老弟，我已经知道了。比我前辈就没多少人。OK， 对，对我来讲，你不要讲的好像比你前辈都往深一样。你还活着？喂，好，一样的，对我来讲，他是我的前辈嘛。对，他的流量或收视率很高吗？他的成名作流量非常高，收视率很高的，一定高哦，天王级的，就是他。问一下，他是女生吗？怎么会问这么蠢的问题？不是，你以为他拖时间？不是，她不是女生。好了，决定性的一刻。对。她的名字两个字，对不对？本名是不是？本名吗？哦，不是。她在闪躲。她在闪躲。没有闪躲，我在想我要问什么。她在闪躲。我已经有答案了。你输定了。你要不要说？你要不要举手？你输定了。我气。真的吗？我好想好的。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大哥累了，快。他有演过《头文字 D》吗？有吗？哦，我知道有吧？那我也知道。那我的是张飞。余文乐吗？这个暂时的胜利呢，有这个小小的奖赏，但是呢，这我觉得比整个节目的奖赏都还厉害。太好，就是呢，出入产品，太棒了，请绿队享用。我觉得你们吃不完，对啊，要不要帮忙？我们可以兜着走，我们可以打包，对，变成外带。哇，又香又浓，怎么回事啦？天哪，这个冰淇淋一定要吃。啊，那冰淇淋太好吃了。Lisa 一定要吃热的，好不好？牛奶红红。哎，冰淇淋很好吃，对，很好吃。这是什么？松茸炖饭吗？牛肝菌菇生麦炒饭。你怎么知道？刚刚问一下老板。哦，真好吃。那这个酱是自己做的。佛跳跳要进行的游戏是。我讲。
每队派出一位队员进行舞蹈挑战，评分最高的人过关。哎呦，有机会！怎样舞蹈挑战？哎呀，很简单，现在防疫期间，我们要提倡健康运动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会的，很简单，就跟唱 KTV 一样，我们有智能手环，会老师会做什么动作，你要做跟做一样的动作就可以了。执行度高的就获胜。哦，谁判断？电脑判断，电脑判断。震动了。好。好厉害哟、哦，凯莉。有凯莉不错哦。加油，凯莉！我们暂时领先，凯莉。刚转进来的观众，这样，我跟你拼了。加油快5分钟，最后1分钟，很酸，很酸，调整呼吸。这是剩13秒的意思吗？30秒，29、7，有，快完了哦，7秒，15、14，倒数，真正倒数，10、9、8、7、6、5、4、3、2。结束了。棒棒的凯莉。说实话，整个穿起来累不累？很累啊，这心累没有停。哎，你瘦嘞？忙瘦哎。我是很累哦，哇，没有那么累哦。现在要开始评分了的，请问一下，我们现在胜负结果到底是什么？好，我现在先公布说分数。好，它是百分比来算的。OK。胜利餐有差哦。接下来
助的，那 QQ 的，然后软 QQ 的游戏啦，软 QQ 的游戏叫做卡滚软 QQ。好，每队派出两位队员同时进行，用脚举高令食物落下，两人皆吃到食物则计时停止。花费时间最少的一队获胜。核心。好啦，那这个道具就是长这个样子。你们决定最后有没有决定要不要换人？好高哦，是我。就是指定说或是什么卡片？要不要用？你决定。要。要。你们怎么卡？你们怎么卡？原本的是谁？指定卡。哎，好。指定谁出来？原本的是欧弟哥。等一下，顾名思义，你们可以随便指定一个人吗？对。哇，那完了。柔软度好，我柔软度有够烂，我根本就是僵尸而已。等一下，你刚跟我前面说你是我可以劈腿，我可以跨过你的头，你也知道，原来都是谎言。我跟少卿，难怪他刚刚跟你前面问你会不会踢，谁？所以你刚刚说你可以踢，你说你会踢的，我就选你。没关系，我有换人卡，我换回原来那个。好了，你们休息一场闹剧。都已经那么那个心都已经脱离睡衣了，我们就先吧，好不好？对对对。准备好了吗？好，好，半个小时就在彩排吗？喂，李斌，你不是想下班？计时开始。叫叫叫叫叫！哦，很软哦，很软哦。节目收视率起来的时候了，哎呦，真是又想玩又不好意思，哎呦，好厉害的脸，表情别地方看不见了，身体撑起来。怎么样了，医生？顺利，顺利吗？他不行了。好了，张景仁最恨的游戏单元出现了，太棒了！哎、欸，景仁，不要走心了，玩游戏也不要生气嘛。走心男，就叫你走心男，一样长啊，一样。这个也好不到哪去，当然压头，
你出来，出来。哎，请说。我们现在公布分数喽，公布大家的时间。绿队，好 ，OP 队完成的时间是1分58。好快，好快！一小波耳朵好痛，你不要大声好吗？我们什么运气？然后蓝队跟绿队时间是非常接近。对，正负正负前接近。看什么啊？好，我要公布喽。蓝队的时间是1分40秒。好，好，我们要晚一点点。要不然我们成绩，我已经忘了你们的成绩。1分58，1分58，该开心。来，我们一起干了，1分58。示范的太好，耶！先见之骄傲。那你刚才哭神是什么意思？没关系啊，好不好？还是很好看的，又敷衍了，又敷衍了，我想睡觉了。好了，因为我们走成绩，待会还要公布。见真章的时候了，没错。而且我跟你讲，什么节目在见真章，可以在这么优雅的环境？真的，哇，好水！我真的觉得山上真的好优雅哦，山上优雅。而且闻到什么味道？你看到没有？食物的味道。后面给大家看一下，这太丰盛了吧！原住民风的烤乳猪，而且还有一支队。哎，那个，你等威廉，你挡到那个山柱了，怎么会？来，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一下今天到底谁胜谁负，鹿死谁手，谁可以真正的把他的积分换奖金。好诶，好，天哪，好紧张，来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胜负，一整天第一注，谁赢呢？蓝队赢，多少钱？一二三，哦，1万2，厉害，好特别那个哇，一整天难得一万二，第二注又赢了，威廉，八千，哎呦，威廉哇，威廉不行。完全就是黑心钱，黑心钱，好不好？鸡蛋，然后又变过来，变他们赢，一二三，哇，哎呀，这局他们就赢了，难怪那时候他们说积分，好贱。好了，第四注又变我们赢了，一二三，乌拉圈可以啊，哦，就陈宇桥血池的那一个，很可惜，目前看起来好像不。差距不大，差距不大啊！接下来他们又赢，而且又赢连两把，一二三，第八，一万五，哦哟，下很多，第六注一万五，也是1万5，3万2，哇塞，这两个就哇，第七注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没办法，赢了，终于赢了，那我们赢在收视率啊，我们在收视率很高，我们这也不赖啊，有 OK， 就是说在这一注。我们把两个女神毁了，没错，我们那么努力，值得，真的为了要出馒头，我下次也欢迎各种女生来，对，舔馒头，对，真的很丑。那第一标就是张景兰那一个，我就是永远的关注，对，够我最关，一二三，哇，好了，那总分呢？来，明显的嘛，预备，你也是一个，一二三。不错呢，其实我们赢的官比较多，但他们下注下的对，下的漂亮，这个就是下的漂亮，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阴险的程度。28000够阴的吗？够会，够险，险，好贱贱赞，好，深思熟虑，一将功成万骨枯。那现在就变成说，你们要你们积分要换奖金，所以他们积分现在有5万8。那请问一下我们的制作人，要怎么拿到钱？好，你们今天赢了58000。待会呢，桌上会有30个格子，包含20格是有今天你们赢的所有的积分。啊有，有5个里面写着减半，有5个写着归零。归零。哦，如果抽到数字的话，就等于是获得那个数字的奖金。哦，你可以选择要直接带走，或者是继续抽。哦，但是继续抽的过程当中，如果抽到减半，不好意思，你刚刚所累积的钱就是减半。那所以到底可以抽几次？
归零的话，一直抽。你如果你不想抽的话，就是我要带走不玩。你可以停，加油 ！OK， 祝你们赢钱。没有了，所以没有我们的是确定哈。那流程他们 Q， 那我们我们要留下来笑，然后减半，搞不好归零。是，来，谁先？简单，你放松一点。没有，我想。我们不行，归零就是归零的。我跟你讲，女人在讲到钱的时候都很……不是，我们玩了一整天那么辛苦，然后你们就败在……对了，他在一起，还有怎么会让你们？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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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五位赢家，哎，干爹，我们是赢家。对，你们决定要怎么？第一个谁先来？我先来吧，你先来，好不好？来，好吧，往后退，来往后退。那个干爹抽到就是分红了。好，干爹加油 ！Lucky number 啊。Lucky Seven， 拼自己喽，这是你也能搞定哦。哎，注意哦，三千，拿起来，三千，哦，有了，这叫什么？旗开得胜，漂亮，那个节目倒了。喂，来，再来吧。你要继续吗？万一你抽到归零，他就会归零哦。抽到减半，他变一千。就你还不要再抽？我要继续。对，再开玩笑，干爹最大气了。我要选一个最邪恶的。十三号星期五，为什么他邪恶？十三号星期五啊，好啊，十三号 go， 关了，哎呦，干爹，不用把它抽，干爹，我可以再抽一次吗？干爹，没有，重点是你刚才抽到归零的时候，当时也像跳舞一样，因为把归零抽掉，不要，哎，归零被抽掉一个了，谢光临，谢光临，干爹，谢干爹，吃鸡吃鸡哦，往这边站，来，干嘛？干嘛要抽哪一个？一号，哎呦，轻一点，他是抽一号，他就希望一柱擎天。你看这女人真的哦，因为一跟他刚刚的神子一样很像嘛，寂寞很久了。一号，好来，预备，请点哦。哇，五千哦，你镜头看一下，还有没有？还要吗？一定要的啊，乘胜追击啊，请来，怕什么？你让一个女生抽到五千，叫她停下来，不可能的。第二个，三。凯莉，我跟你讲，你只剩三个了，你搞不好手气很好，而且你今天受伤，你见红，比方说你运气很好。这个好，几号？先讲十二，十二号是不是？一二三，归零，没有减半，减半，那就是不好意思，零的减半就是零，那就没有机会了，那不能再抽了，对不对？不能再抽了，因为他等于牺牲打嘛，他替大家抽到个减半嘛，对，你连累积都没有，哎，不好意思，两位辛苦一下，嘉姐，嘉姐，我跟你讲，嘉姐厉害，你可以选择抽啊，哎，我跟你讲哦，衰的已经抽掉了三个了，我喜欢这个了，好，你说十一，哇，五千，五千。我跟你讲，拿督一出手就知道是不是拿督，五千，这就是拿督的五千。我跟你讲，要是你再抽一个五千，你就收手，因为你看五千八，五万八除以五，哎，除以五，哎，大姐，我们在录影，几率也是可以，看两个小哥把那大婶带走啊。那个大婶，我们吃鸡腿，好，我再抽一个，来，哦，几号？这么碎，五千，收手。真的吗？站站站！你是脸都绿了。景南，你是真的替他开心吗？对，我替他开心啊。OK， 好，他决定收手。决定收手吗？决定吗？确定。好，对对。哎，然后叫人那个，现在才拿掉了三个，哎，还有只剩七个，对了，差不多了。几率确定。今天的功 OK 了。崔磊，崔磊，叫人，崔磊。他就是看到前面两个神经病贪心，所以他觉得一万块够了。好，可以，差不多了，可以的，尊重我的决定。好，厉害厉害，一林哥，你要抽几号？我选植树好了。植树，哎，你欺负我没读书对不对？二三五七十一十三，对对对对对，植树一跟他自己本身的，对对对，来，半折植树，半折植树，二三一五千，三千，队友拿奖，三千，没有，好了，清白不是啊，五。就像一千，一千没有一样，要不要再一个？有再一个，再一个，四千，好，旁边一万，刚刚什么凹我的就叫凹，好，走，十七，十七，七，对。
真正个人大赢家呢，就是我们啊，谢佳琪，谢佳琪，谢佳琪，厉害厉害，这个给我们一个机会教育，人见好就收，而且旁边有人怂恿你的话，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个游戏太好玩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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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切都是玩真的。今天你看，有人得到10000块，先恭喜你了，谢谢。好，抽完之后呢，还是要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所在地，来欢迎老板，欢迎老板。好，老板这里很美，好年轻哦，很元气哦。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里，好，这是富山型山海景度假民宿，民宿。那我这边的话呢，有绝佳的美景，是，还有最天然的这个自然生态。那我们这边有180度的山景，然后前面有180度的海景，美景呢。夜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仰望星空。看到很多漂亮星星，这个众星云集，就像现场一样。哇，太优秀了，太优秀，有会做生意哦。来台东就是要享受身心灵的放松，是对，因为你这个环境对在长期住在都市的人来讲，根本就是天堂。天堂，尤其小孩子，小孩子其实你现在很多小孩子没有看过星星。好，谢谢你的招待，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用大餐啦。我跟你讲，这竹筒饭，啊，这是我刚刚讲那个小米包那个咸猪肉，咸猪肉很好吃。那我觉得烤，这应该是烤鸡吧？烤鸡吧，脆皮鸡。接下来重头戏要来了，哦，烤脆的声音哦，哦来了，哇，冰箱的声音哦，喜欢那种天然的。我告诉你，欧弟啊，一直说我会走心啊，很在意啊。其实我真的没有很在意，好不好？我不走心的，我觉得景兰比较走心，不在意。不在意的样子是我今天的表演。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应该就是吃馒头太用力了吧，就是吃的太认真了，希望他们不要把我剪成预告。看来上天就是来毁我形象的，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运动加精神。大家来挑战的来宾们，我真的不会让你们，我真的是会很认真玩游戏的哦。超级开心，超级开心！距离我上次来台东大约是过了12年了。从一大早我们坐着飞机过来，然后天气还一直阴晴不定。昨天晚上还忐忑的说会不会今天下大雨，节目录不成。但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天公作美，我们玩得也很开心。这个节目的游戏就是这么的令人撕心裂肺，到最后撕破了友情之后，谁都不是赢家。But next time。嗯哼哼，我的妈的，跟你公司球，我要把钱拿回家！哇！我是唯一一个抽到10000块钱的胜利军，所以很开心啊，很开心。我今天真的好累哦，早上5点起床，然后，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房间，好大的双人床，然后。现在已经晚上10点多了吧，已经到了我该睡觉的时间。然后你看大家，大家还在下面嘻嘻哈哈的，活力满满。然后希望下一次有机会，我想要再来挑战一次罗马竞技生死斗，太气了。拜拜。这个昨天录完哦，突然发现这个节目的游戏没有那么单纯。有一些人性邪恶在里面，当然还有一些运气，那还有一些小小的体力跟斗志，希望在往后日子呢能够表现得更好。最刺激的心灵对决，挑战人性真实样貌，跟着我按下 YouTube 订阅键并开启小铃铛，机智对决谁说了算，赶快来订阅哦。